啊，三年他就学会了，啊，就能够吸取中国五千年的智慧，啊，五千年的理念、方法、经验效果，啊，对于我们自己身心修养，对于我们家庭幸福、社会安全、国家富强，这个世界上所有的国家族群平等对待、和睦相处，多么好的东西啊！啊，这些典籍统统保存到今天，没有遗失掉啊！啊，这就是四库全书。啊，我们南昆大图书馆有。啊，我还送了一套回要。啊，会要是四库里头的精华篇，啊，非常有价值，啊，所以今天我们谈到健康长寿，啊，延伸到家庭幸福、社会安全、国家富强，啊，世界和平，啊，不是做不到，啊。古人这些智慧经验告诉我们可以做到，只要我们认真努力好好的学习，啊，我们定下步骤，啊，也是一个阶段一个阶段怎么学法，啊，大家能展开这个把这桩事情展开做好，啊，澳洲领先全世界，把全世界带向安定和平，从图文巴开始，啊，今天我的报告就到此地，谢谢大家。